我们聚在一起学习福音教义时，应当有前进的气氛，在平静安详的环境里比较容易得到灵感。经文里随处可见诸如平静、静止、平安、保惠师等这些字眼。要静下来，要知道我是神，以及这项应许，你将接受我的灵，即圣灵，即保惠师，他将教你国度中令人平安的事。